莫超工啊，应该超工你也接出来。这不是讲接出来，这个哎，不是讲接出来。谢谢，好喽。哎，灰拢乌的，你看，拢爱灰拢乌的。对啊，不是雪，因为我长在水饺面馆啊，知影，迄雪在碎碎不起，它是那种脏东西啊。就是我按推痛点的时候，它就自然喷出来了。那不是去挤它啊。明显的，那个点还是都黑的，不是血啊。刚才那个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很痛啊。现在很痛啊，它的痛点要一圈都很痛啊，一圈都很痛啊，整圈都会痛。现在骨也塌不起啊，整个消掉了。骨也拢磨破。那些脏东西出来，我看有出来。听好。刚刚那个好像喷的。划掉它，划掉的话碰一下它，它是对，它是脏的东西。对，那有看到吗？有很清楚。是很脏的，对，里面的那个脓啊，像有没有这一层？这整片，把它弄到这边来拍，好，它是那种，对，像这种脏东西就很多，特别哇，让它保持干爽。你有吹风机来带来，对，吹风机啊，它就不会恶化，伤口就不会恶化。不用用酒精去压片，要保持它的干爽。不要用酒精，用吹风机，因为酒精是寒凉的。吹干它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用啊，就是它说的，他们一般都就觉得好可惜哦。那个气头一点啊，对。现在脓就一直流出来了。你看这样脓就出来了。好，大家有看到这三个影片哈？第一个11月3号这个影片哈，是他来的时候第一次是我看到的。那我帮他推的时候，周围没有痛点，它像球一样，它很有弹性。而这又是另外一种，一般乳癌哈，有些是周围都硬邦邦的，硬结肿块这样。那这个跟其他类型又有一点不一样啊，它像有弹性的球啊，你在根部推的时候感觉都没有痛点，但很有弹性啊，压下去它很快就会弹回来类似这样。
那因为实在太大，患者也胀痛，哦，他第一次来，哦，他就跟我问，哦，可不可以去找西医，干脆那么大了，是不是缺掉了之后再来，哦，我说你可以去问问看，哦，因为他刚好有一个朋友，哦，也是，哦，希望说他找西医处理，啊，我也不反对了，我想那么大了，反正以后爆掉了，哦，处理上都还要很麻烦，我当时是这么想，哦，那患者又有这样的问，我也不好，哦，坚持。那结果他去问完之后给西医看，西医说，哇，这个太大没办法，哦，立刻做手术，哦，一定要先化疗，化疗等他变小了之后才可以手术。不过他说也跟患者讲，你这个已经很危险了，大概，生命期只有三个月。患者听了当然很难过啊，哦，压力也很大，然后就隔几天之后就回到基金会，他还是认为这样情形下他想用原始点，因为他不想化疗。那我们志工接手之后，因为我第一天就有帮他按推，啊，我已经预测，我说你这个快要爆掉了。那 果不其然，哦，我们志工帮他按，大家也看到，这个影片的过程，哦，有几次都蛮精彩的。他第一次按了他就破掉了，啊，破掉了，哇，那个组织液啊很多就一直流出来，还有血液啊，哦，大家整个过程中也看到了。然后按完之后，患者这一个像球状的大肿瘤突然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哦，整个就凹陷下来了。那凹陷下来，患者，哦，隔几天之后碰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哇，整个胸部就没有那么胀了，感觉很舒服，哦，啊，感觉体力都还不错，哦，所以他相信原始点，因为他以前也看过我的影片，哦，他知道只要有体力就死不了，哦，所以他感觉现在体力也很好，何况局部的肿瘤因为破掉之后整个消下去之后，那身体也比较轻松了，所以他对未来他反而不悲观，哦，要不然从西医回来，哦，他是很悲观的。那走了这一招之后，哦，再用延时点，哦，他就，哦，全心全意了，哦，也不会再想要不要再去西医的问题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志工，哦，辅导的，然后最后也叫他要加强外热源，随时有空，因为他有伤口里面组织液那么多，大家一定要想到组织液那么多一定是极寒，就像我们中风口水流那么多也是极寒，或是有一些咳嗽痰很多也是极寒，或是频尿尿很多，那个也是都是寒，哦，所以水多往体内往外冒的，你不用其他的想法，第一个判断就是极寒，那这时候就是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或用灯照，哦，这样随时随地照，让里面，哦，那些热源能够得到补充，补充之后循环变好，身体自然就会去修复，哦，这样即便下一次来，按推不到位，志工在帮他按推的时候就轻松多了，很快里面的一些，哦，脏东西很快就可以，哦，再按出来，大家看，哦，整个图片，哦，消得非常快，而且恢复得非常快，哦，这也是算是特殊的一个类型，也就是你们以后看，如果肿瘤虽然要爆，都是属于第三类型，已经到了第三类型了。你看看，如果是坚定硬结肿块，然后坚定不移，你推不大动的，然后周围根部都会有痛点的，这个比较难处理。那这一个是你推它会移动，连根部都会动来动去，那这个里面只要组织液这样破掉，那这一类型的修复期就会比之前，哦，上一个影片的就会快多，上一个就是坚定不移，它那个硬结肿块就是固定在那里，哦，它这一个像球形，不过西医看到那么大，他们还是认为
肿瘤那么大，应该不乐观，他们评估是不乐观了，所以才会跟患者讲，哦，大概生命期只有3个月。但这个患者以前也听过原始点影片，他知道只要有体力好，哦，不会死得那么快，所以他也不是那么悲观。但毕竟西医说的那么严重的话，那还是会影响到他的心情。啊，大家也看到，哦，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不同类型的，虽然都是属于肿瘤都很大，啊，也爆掉，但是爆掉的方式就差很多。那这一个患者是比较好治疗的，第一个患者是最难治疗。虽然最难治疗，第一个能够这样，哦，一路加强热源，既然也可以把肿瘤吹到干，组织液吹到干，然后让施工，哦，不断的帮他按推灌注痛点，修复也变得很快。啊，这个你看才几次而已，哦，不像上一个要经过一个多月，那这一个，哦，你看影片才几天之后，啊，整个肿瘤就消下去了，哦，然后慢慢，哦，伤口就进行修复。不过后续还是要注意，因为它里面组织液实在太多了，表示还是局部要加强外热源，所以这个我们的志工也都有跟他讲。然后周围，哦，如果有痛点还是要按推。好，这个患者我也是认为蛮精彩的，也提供给大家学习。好，就这样。